来去咖啡馆潮玩拉花。说到现在的咖啡圈玩什么最潮，当然就是拉花咯。这家号称拉花天团开的咖啡馆，吧台手个个都是花美男小鲜肉，而且参赛必得奖。现在就来看看他们的拉花有多威啊。Latte Art 已经是国际咖啡比赛的项目之一，不仅要展现咖啡与牛奶的完美融合， Barista 也得要有点艺术天分呢。看看老板灵幻的帅姿，这杯牛奶滑翔机拿铁美到舍不得喝呢。想要做一手好拉花，还可以跟这位小姐一样来这里上课学拉花，不但有得奖名师亲自的指导，还能够实际操作。来来来来来，有没有人想跟记者凑团报名哈？